这种被时代遗忘的植物，随着一些防掉洗发水又重新回到大众视野。它就是大名鼎鼎的侧柏叶，李时珍称它为天然养发草，对于养发护发很管用，直到现在很多洗发水都有它。今天就顺着老祖宗养发的方子做个天然的洗发皂。新鲜侧柏叶洗净浮灰，放进砂锅里，抓一把强韧发根的何首乌，清洁头皮的无患子、苦丁茶、女贞子、桑叶，这些都是对头发极好的植物草本。通过长时间的熬煮，把它们的植物精华都提取出来，这个就是古人洗头的好东西了。为了更方便的使用和保存，我们再加入护发的植物油脂，以强韧发根的山茶油为主。植物油脂不仅可以养发，还能滋润发丝，连护发素都省了。手工搅拌30分钟，到这个稠度就可以倒进模具了。历经30天的造化，得到这个天然的洗发皂，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，不影响毛囊的生长，不刺激头皮，养发护发，强韧发根，让你发量满满。我喜欢这样。